放不下一个人是吧？我觉得你真的很没有出息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放不下的泥潭的话，我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我希望你能够很认真地反问一下你的内心，你放不下这个女人，你到底图她什么呢？你图她漂亮吗？那这个世界上漂亮的女人多了去了，她算得上老几啊？那你图她人吗？她好像也没有给你想要的那种陪伴吧。比如说你在给她发消息的时候，她是想回就回，不想回就不理你，回复的时候也是嗯啊哦哎，永远都是在敷衍。你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可能永远都是爱接不接的。在你心慌焦灼的时候，在你彻夜难眠的时候，你还不是一个人在闹吗？你图她对你好吗？好像她对你的那种好也正在给别人吧，那你就只能图她对你的爱了。可是她的爱看不见也摸不着呀，甚至连虚情假意的承诺她都不愿意给你呀。那既然如此，啥都图不到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抓着那么多的委屈和不甘不放呢？所以兄弟们，及时止损吧，放下他，也放过你自己吧。